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很近耶，西兰。我要去大阪。有个人来了，没有对。刚刚量了我的行李箱，它已经15公斤。Oh no！请问这位先生发生什么事？是我的虎牙在刚刚出口的时候掉。你在出国前的遗留在台湾的礼物？你昨天刚补完牙，还是你带去日本请德德帮你补？你说等一下去日本的事。我想我牙就是现在是得用左边吸的，吸了又五次补牙掉了，长得有点奇怪。要飞出去了。耶、yeah. ！我们像巨星哎，我们从停机棚走下来。上一次来是4年前哎，真新鲜的空气。我们要换哈路卡，现在可以直接用机器换了。以前来的时候还要去后面那个小房间，这里要挤很多人，现在都不用了。大家换完车票之后要换指定席，千万不要把这个放进去。我刚刚放进去，它就卡住了。只要放这里就好，就是你按这个，然后把车票放进去就可以都。不要放这个哦，而且一次只能放一张，我刚刚全部都把它塞进去。很急很急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三一冰淇淋哎。好、哦，你要买哦。那你看你坐什么车？啊，他真的要买了。Hello Kitty。到大阪了。你看上面，高雄车站。这个很先进哎，是为了万博设置的，设定好你的人脸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走过去了，不用再拿出任何卡。请问牌子呢？不是有欢迎的牌子吗？那个导游怎么当的？被骂了。是啊，欢迎的牌子呢？你要开？我没有开。哦，真尴尬。1301，お邪魔します。哇，这是一个小巧精致的房间。Charging cable， 很复古哎。USB A。凭证帮我们烧一烧，我现在用这像鬼的光。对，这所有什么都好吃，吃完之后变鬼。我们要去吃饭了，现在几点？9:30，太晚了。第一个目标到了，有多巴西？我们要去取我先在网络上面订的货。拿完我的 Big Camera， 买了好多东西啊。是有多巴西？哦，有多巴西吃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要去吃一兰了。请问一兰发生了什么事？要排队。竟然跟台湾一样要排队。新的麦克风，要不要说个两声来听听？一兰、二兰。你没有吃过一兰？台北也没有吃。哇，你也太熟悉了吧。我的第一次就献给日本的。很久以前的梗。第一次吃一兰的人在拍照。你点的什么？拉美还有什么？还有扣了。人生第一次写考卷。你看大阪一来的门 ，No， 我想跟你隔开。我 I don't want to see you。请问明天要去哪里？我们明天要去环球影城，还有新斋桥吗？我们已经累了，早餐天堂真好逛。这是你今天中午吃的午餐、欸，那个坚果版，这个不好吃。
不好吃是不是？好吧。前面你找到什么？1000万的益生菌，是1000亿，1000亿的麦当，不是麦当劳，我在讲什么？养乐多。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双全家配色的袜子。那你的什么？蜂蜜蛋糕配色的袜子。抽到鸡。我们来看德德抽到什么 ？H 越来越低。H 毛巾，你可以明天拿去哦。我现在在吃布丁，这个是来自全家的，它上面看起来是布丁，然后中间会成奶油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些小蜂蜜、小蛋糕、海绵蛋糕，然后又有一层像布丁的东西，又有一层像仙草还是黑糖冻的东西，下面又是布丁。鲜芋仙，鲜芋仙。我一下去再买2杯，谢谢。它很多层次，你先吃第一层，你不行吃下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先从下面才吃。那就一起挖了。好了好了，等一下。嗯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它很多层呢、欸，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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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好吃哎、欸！我也要去买，这很好吃。布丁杯子蛋糕，对，好吃哎、欸，很厉害很厉害。是你买的吗？因为我昨天看我就很想买。高手，非常厉害，非常绝对王者。你听谁推荐的？听这个绝对王者牌子。就在台湾的蜂蜜跟台湾的地瓜，听起来就很不妙哎、欸。他卖着台湾的名字，说是绝对的王者。我跟你讲，打着台湾名号的多，你就吃吧。包装那么大，然后里面那么小，欸、它是跟包装是一样大的，但是它包装很蓬，空气很多。谢谢，还是放反了，绝对王者是他，他很好吃，他很好吃，就是味道很单一，它不是台湾，它上面的也没有脆感，中间就是。一些甜甜的，有点像栗子酱这些东西，就是一种很绵的口感，没有什么差异性，就整块吃起来就是那样子。这是我4-5年前去冲绳吃到之后，就一直很想再买，而且我在台湾找网购都买不到。它就是一个有香草味道的优格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它是 Luna， 它我吃过很多次了。那你吃？它是有香草味道的优格。嗯，优格会酸酸，但它没有、欸、如果你害怕臭酸味的话，就不。它是一个在讨好大家的 yogurt， 没有自己灵魂的 yogurt。它为了讨好每一个人，所以它用它一个甜甜的味道。它没有主见，它为了讨好大家。它的酸味不见了，然后Nako不喜欢吃这个。为什么你要推荐我吃这个玉子烧？鲑鱼臭蛋玉子烧，玉子烧，不好加呢。7-Eleven 的玉子烧不能买。那当然很难吃啊，但是就是不好吃。不知道是什么评价。就是你要吃还是可以把它吃完，但是就是不会觉得好吃。现在吃什么？这个是万圣节口味的麻吉，就吃起来我再推一个焙茶吗？因为它就是有一种茶味，茶苦苦味道，它不是南瓜。好的，谢谢。有点要起床，我们明天要去逛新街桥。晚安。大家早安，我们今天要去新斋桥，然后我们买了环球影城1.5日的门票。我第一次玩这么久，因为有万圣节关系，而且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去，所以我们就想说玩久一点，出发喽。他说他要演貌合神离。拍照的人们，李罗，这是王彩华、蹦恰恰跟李罗，激动，速冷，来，我们前往下一支，闪电，闪电，怎么叫？你们会小丑，啊，小丑，超没品，不知道选谁，你们疯了，你们都发疯了，只好一起全部都买。好，有人说你长得像百变怪吗？有，吗 ？What are you doing？ 好吃，好吃。这边竟然有卖 Netflix 真人版的《航海王》的商品，索隆都被销售一空了。我买这送给黄俊德。小王奇好害怕，我昨天有跟他合照过了。蒙奇迪鲁夫在日本做了奇怪的事情。你看到什么？一个手机音箱哎。八八八八八八八。请问凭证买了什么？项链。请问信全买了什么？你猜猜，可以把你套住的。什么 ？KY？ 把你这样捆绑，直接略过。买了一个皮夹，熊熊把头拔起来，真可爱。好香哦，天哪！哦啊哦，
双层牛肉堡。乐宁汉堡。我吓到，不是，我生气，你跟学学道歉。现在在道顿窟，会有很多拉客的地方，拉客桥、拉客论，禁止跳水。神秘拍照点都没有人来，这大家为什么都要在桥上拍呢？这是一家神秘的店家，我们可以去跟延伸的跑跑人拍照。这个扭蛋店很先进耶，你可以选各种背景，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放，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扭蛋放在那边拍照，很先进耶。很多同行都会这样，像帮派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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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发疯了吗？你要买什么？想买这个 Princess Peach， 很适合你耶。I'm Princess。我们要玩贞子，是不是好像在被丢到洗衣机里面？恐怖！洗衣机好玩吗？洗衣机好玩吗？你不觉得很像在做洗衣机吗？是脱水机耶。我头要开始痛。我们要来玩，我要来玩比我鬼屋了啊！请问你现在的心情如何？记者都在当我。你们小心，你们要小心，也不是恰吉，是小心我。所以我要远离你一点，我会被你吓到。我们在进去的时候就说没关系，反正等一下来，他先进去，他把他推进去，叫我们都大概等五个人的时候来进去。他就一直在尖叫。请问玩恰吉的感想是什么？最害怕恰吉的人？他们。你蛮冷静的。我冷静。谢谢这两位帮我们打头阵，他哭吓死，没吓坏。走进去，走最前面的人会最倒霉。他只能一面这么近，这样在你面前。那我们穿这样是要去哈利波特了吧？耶，走。吃三根扫帚。Shut up， 三根扫帚。Yeah. 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说要放在这边。他这边很多小事。喝酒喽！你要喝酒还是喝酒？喝酒。好奇怪啊！你要奶油啤酒。这两个人累到发疯了。玉米。可以坐下了，好开心。耶、yeah. ！可以坐下了。耶、yeah. ！我们会那边坐到九点。它是什么？它是冰淇淋汽水，上面就是小美冰淇淋，非常好喝。这是他对奶油啤酒的评价。看到你内心的渴望了吗？渴望坐下来，渴望回家。里面就会看到自己坐下来。我在拍会讲话的话，吓一跳，怎么身上有这种东西？香巴佬，我一直拍香巴佬。有找到喜欢的魔杖吗？我想要找伏地魔的，毕竟我是不能输的那个嘛。啊，好吧。我想要找按摩棒造型。我们之后会跟他去玩恶灵古堡了。明天还有一天呢，好累啊！我们太累了，我们接锁坐计程车回饭店。其实一个人也才200块而已。请问一下，连续两天去环球影城的心情是什么？我的脚。已经不是我的脚，我的脚是他的脚、啊，他的脚是我的脚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脚在他的脚上、啊。第二天也要开，很开心啊！陪你要开心。在哪？草芽道。我们买完头饰了。
最喜欢的电影 Family。 我们现在在哪？博尔餐车市集。你们来日本吃中华料理？中华一番。我来找嘟嘟。我们刚刚在说我们明天晚上要吃鳗鱼饭，那这有说什么？有块鱼饭吗？谢谢。哎，你笑了，好笑。我笑是因为你。这餐厅非常符合东方人的一个思维，他没有代位服务，你要自己找位置，然后大家就用这个这样。他在讽刺东方人。最爱炒饭，炒饭，炒面，炒面，炒玉米浓汤。啊，请问吃什么？口袋饼，800块日币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摆出一个 Halloween 好吃的表情，啊、看起来没有很美味。我不知道里面有多一多汁，要吃到我喉。五星级。我问你去要了什么？生日贴纸，28岁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真尴尬。我要看游行了。你捡到什么？我捡到钱。Elmo， 哎、啊，你捡到香菇，你捡到香菇。你们等一下是不是就会把它丢到垃圾桶里了？对。时间了。啊，来不及了。我们有预约飞天翼龙，我们要进去了。那就不用等。呀、yeah, ，拿着它。结果没有人要玩，只有我们8个人。我是贵宾，有人去大便。有人去大便谁？然后我们大喊说有人去大便，然后那个人就听到一直在笑，他听不懂中文。还可以预约券，他们就坐在这边。我等下可是不会进去的，只有7个人玩。他们走了，拜拜。好吃啊！喜欢好玩吗？啊，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我玩小小兵，竟然下雨了！我妈去玩蜘蛛人。我的皮夹掉了，没事的。我只能说环球影城非常有效率，我们立刻就找到了，应该是有找到了。应该。好像在演 G 片哦，好情色哦！你发现什么？控猪人。怎么会卖这么情色的产品？控肉人 ，Here we go！ 超不整齐耶 ！Happy birthday！ 你看，四个宝宝。没有了，没有经济了。找到比特林了，很可爱。香菇，香菇，来，等等，你给一个。你压谁啊？我压你啊！请问你？你还有2-3把钥匙怎么办？我平常心，我平常心。奖杯，对啊，太可爱了吧！食人花的凯登。太可爱了吧！这是一个高科技的游戏，你获得几分？0分。Oh no！ 为什么？我的天哪、啊！
这边的商品都会让人发疯哎、欸，发疯了，这只有这边才买得到。我们要玩魔王关了，有钱才可以进来。要打魔王了、欸，他说要热身哎、欸，你们有热身吗？有热身了、啊。有。好的。碧姬公主写信给你。好，你比下次再来玩喽。Here we go！ 你看到什么？来跟他说话吧。习近平。啊！这个笔会发生什么事？哦。他在走路。我回到现实世界了。我不要上班。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不想长大。请跟环球影城说再见。选黄俊德，明天要去哪呢？我要去 K1 了。K1， 好，拜拜。请问你来日本的松屋点什么？卤肉饭。卤肉饭。麻婆豆腐饭。烧肉饭。这我点日式的。来，这是我们战利品。火力花的饮料盒，可以跟他说你要分开装。问号盲盒，我们等一下来猜猜看是什么。算了，不要猜，好累哦。不想跟大家说，这个难买哦，这个是碰撞到就是会有那个噔噔噔噔噔金币的声音。这个虾皮一个卖700，它才1500日币，一个人限购3个。然后这个，砰，然后就爆炸。你看可以这样，看这个钥匙圈，害羞幽灵，真可爱。有一个没有录到。哒，就算没有退税，还是比台湾便宜，大概1200左右。我今天不睡了，不要再录了。Give me camera。你们照一下镜子。你要这样去泡澡？出包了。